从小就对航空充满了热爱，产出了第一架原型机001，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飞机。我是这个项目里的设计师，我觉得这个工作它比汽车设计要更难。第一次见到就觉得，就是你做的东西终于造出来了。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现在哎，它就摆在外面了。我们希望为这个项目付出更多，然后我们也愿意做这些事情。其实飞行器它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池的性能，既需要高功率也需要高能量。这个电池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看到了这个电池装在飞机上整个过程，是一种很有成就的体验。我看着这个部门建立起来的，我们团队其实就是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他们是真的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VMO 的这个故事，然后 VMO 的这个团队。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今天我们终于有结果了。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领域也不是很了解，也走过很多的弯路，为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大家都是在把这个项目作为我们职业生涯的一个作品在完成，我也非常自豪能够为大众汽车的未来可持续出行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This is a very special day for me.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e are at the edge of a new era.We put a team in place in order to pursue. We get this beautiful tiger up into the air, even with some brave people on board.